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啊，都会觉得自己充满信心，然后很有勇气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永远不会放弃。但是其实呢，很少会有人有能力去面对生活给你带来的各种困难。我最喜欢丁玲的原因就是坚韧，因为她的那个经历是特别丰富的嘛，也特别坎坷。她一生的时间都在不断追逐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一个真我吧。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命运的脚步，对待命运需要足够的能量和勇气，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需要你去感悟，然后都需要你去更增加你的宽广度。你要在生活中去体验很多很多人，去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，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。我可能理解的丁玲是这样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犹疑的，就非常非常坚定的一种状态。生命的能量太强大了，这一个方面我是很钦佩他的。我觉得我的那个坚定就是坚定的做我自己，永不放弃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。